那个兔子往旁边去一点，然后脸朝关东这边。什么？上面的灯，上面的灯有个还没亮呢。哎，马三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负责人杨小能，靠谱吗？人家是专业人士，没问题。小能，看你的了啊！放心吧，哥。你就瞧好喽。上官，嗯，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岔子。 哎呦喂！你说我跟你做事，我能不尽心尽力吗？你说我都尽心尽力了，他能出岔子吗？对吧？但愿吧，反正我这次钱都交你手上了。放心，没问题。我先忙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没有弄好啊？多带劲，瞅瞅。 啊，一个包衣奴才，现在跟咱们平起平坐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呐。能不能有点正能量？干嘛说话这么酸？哪有谁上来就是主管？你得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啊！哎呦，您的境界够高的啊！哎，可恨的就是这上官，你说他明知道这妈子是温丽丽的爪牙，啊，还屁颠屁颠跟着后面瞎忙。 胳膊肘往外拐，早晚脱臼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工作也做了，那样也谈了。这，就他，想得美！什么什么？唐姨吃了，炮弹扔回去，人家炮弹没保唐姨，我看他吃的也挺美的。哎，你说，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觉得你有病，我觉得你有红眼病。哎，你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？ 还是你对马三也有意思、啊。你这老不正经，你怎么懒得陪你？我走了，我。你去哪儿？活动没开始。管不着，管不着。等等等等，往前往前，上一点上一点。OK OK， 再往左一点一点，OK OK OK， 行了。 马仔，你干嘛呢？这是？不是我看这早上忙了一直没吃饭，给你拿点东西吃。你这不是没事添乱吗？你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先给你擦擦，我先给你擦擦。哎，你别擦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你在这盯着。你别再出任何状况了，要不然我养你好看。啊！我怎么瞅你？ 丁总您在这儿呢，是不是活动开始了？叫我。啊，还没。啊？您这早晚没休息好，这不是趁着活动没开始打个盹儿，啊？怎么您也是找地儿休息？没，我头发上弄上番茄酱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您接着休息吧。好，快洗洗吧，快去。啊，长得就像个薯条。 陆总，您今天带我到这儿来是做什么呀？今天这里有一个品牌的媒体预热会，我想请你来观摩一下，看看国内的同行都是什么水平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
陆总，这项目是 PAG 做的吗？就是你给我推荐的 Vika， 就是从这儿离开的。我要看看他管理过的公司执行力到底怎么样。 你怎么提前没跟我说一声啊？你不是跟他们合作过吗？怎么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公事吗？公事办公室说。私事，现在说。